联盟的秘书长是办这个比赛也很辛苦。这两天第一个触身球，有六过一次记录啊，很会触身。101次，你会觉得他比较哇吗？马国伟其实他的打球动作可能就是内角比较低，所以投手都会攻，因为他是哇，记忆游戏。因为没想到竟然打了 OB 赛还可以延续那触身球的记录，其实当下打到真的有一点三条线，怎么还有这样的一个比较搞笑的一个画面啊？那其实也没办法，站上打击区就随时有可能被触身的机会。不是故意的啦，就是赛前跟陈麦讲说，哎，你会不会今天是第101次？结果反而是我自己投的。对，有什么话？所以我感觉到他是不是话中有话呢？如果说能够让一些球迷回味一下我当时当选手的一些画面，我觉得还蛮开心的。虽然说有点现在开始觉得痛了，那我觉得可以拉近跟球迷之间的距离，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事。